尊敬的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中风三十系念法事全集》。我们昨天啊，学习到《阿弥陀经》六方佛赞。我们呢看到啊，这西方世界的恒沙诸佛，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呢念一遍：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我们昨天呢讲到啊，大明佛，今天开始呢从宝相佛啊说起。这个宝相佛名号表法的意思啊，是表尊胜。这个相好啊，尊胜。那么这是福报。在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佛说的，佛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位啊，都是无量的相好啊！经上说，他们这些啊极乐世界的众生啊，都是金刚那罗延伸啊，就是金刚力士的身啊。这个身体健康啊，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所以这是尊胜。不仅是身体的相好啊，那么你的光明、你的智慧、你的福报、你的寿命，都与啊阿弥陀佛相等了，啊，差不多是相等了。这个在其他世界啊，你找不到这么样的殊胜。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所以你是在想阿弥陀佛的福啊。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我们六道的众生啊，都是希求福报啊。那么度众生啊，特别是度六道的众生啊，这就需要有福报啊，那么大家才能够啊尊敬你啊。所以啊，无福就不能够啊度众生啊。经上告诉我们了，菩萨修成佛果了啊，还需要啊用100劫的时间专门修福报啊，修这个福报啊，也就是修相好啊，有这样的好的形象啊，
才能够啊摄受众生。那么佛在经里面一般说的32相80种随行好，这些相好是怎么样来的呢？相由心生，所以要有好相，首先要存好心呐，就是修纯净纯善的心。有了纯净纯善的心，自然就有纯净纯善的行为。心行都纯净纯善，就自然感应啊，有相好光明福报。众生看到你这样圆满的相好啊，他就喜欢啊，他就敬爱，他就能够对你有信心了。你说的法他不会怀疑，他能够啊信受奉行。所以这个修相好，这是摄受众生用的。那么我们修行，看看功夫得不得力呀？那么从哪里看呢？就从我们的相貌啊，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瞒不了人。我们的修行功夫全都在我们的外表。有智慧的人呐，一眼就能够看出我们到底修行的境界在哪里。相由心生嘛，有这样的心必然有这样的相。那么中国谚语里也说呀，如果是一个人呢40岁之前，他的寿命呢，这是有他先天的因素。这也就是过去生中的业报啊。可是40岁以后啊，这个相貌就不是啊由他前生业报来决定了。那主要啊是他这一个生中40年所造作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来决定。所以啊，人如果到晚年了还能够长得呀相貌端严，这个人一定是个好人。所以呢他有这样的福报啊。这个福报是他这一生修的。身体是随着我们的人心呢在转了。不仅是身体随着人心转，真的一切境界都随着我们人心转。这就是经上所说的依报随着正报转。日本的江本胜博士他就用水试验证明了这一点。他发现呢，人的意念对于水结晶的结构会有影响。你善心善念对水的这个水的结晶就美丽。如果是你恶心恶念去对它，它的这个结构就很难看。这证明什么呢？这宇宙是活的它是随着人心在变动的。楞严经里有一句话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
因心成体。这就是讲啊，心现识变的道理啊。这心的作用，就是能见能闻，能觉能知。这见闻觉知啊，这是心的本能。这个心是真心。中峰禅师在三十系念里面讲的，叫灵之心，人人本有的。所以这个水它也能看能听能觉能知。你这个给它贴上好的这些字样或者是图案，它就现出美好的结构。这是它能够随着心变动那么水如是一切物质皆如是。所以有福的人我们说这个人心好的人，他的境界，他所生长的这个环境一定也好。我们一般说风水好啊。风水是怎么来的呢？由心来的啊。风水不是一成不变的。风水也是随着心转啊。所以风水家里面也讲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自己修福有了福，你到哪里，那个风水会自自然然的改变。这就是江本胜博士水结晶试验所证明。确实，水能改变，万物通通都能够改变。这证明了佛经里所说的道理。境由心造我们深信不疑所以学佛它的好处就在于转境界首先要转的境界是我们这个身体这是第一步原来身体不健康的或者是短命的，现在呢转成健康长寿所以学佛的人心地清净，他的身体呢器官呢我们说老化得很缓慢所以是80岁的人呢，你看上去呢也就是五六十你看看我们的师父上人今年呢82高龄可是呢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楚敏捷智慧很高我们年轻人呢有时候都比不上他的反应速度而且呢他的体力也好这个每天你看讲经2小时，中间都不用喝一口水这是为我们做示现证明人学佛真的可以不老身体转了所以学佛头一个要转的就是我们的身体面相，然后渐渐的我们的生活境界就会越来越好这都是依报随着正报转这里是宝相佛表法的含义。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西方世界的第七尊佛，第七尊佛叫净光佛，他表修福法本。这前面的南方世界表修慧，西方世界是表修福。要修福，要抓住根本。根本是什么呢？必须要三业清净光明。这净光啊，是对我们身口意三业能够清净光明啊，那么就能够成就圆满的大福报。佛在十三业道经里面给我们说明，说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这把一切诸恶道苦都断绝了，这就成就啊大福报了。那么这个法是什么法呢？这么殊胜呢？佛告诉我们了，何等为一？位于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令毫分不善见长所以是昼夜都常念善法常念是我们的心善思维善法是我们的思想善，观察善法是我们的行为善这个不容得毫分的不善夹杂在我们的心行当中这身口意能够清净所以修行重要的就是从这十善业道下手把自己的不善转变成善法这个心里头念里头丝毫的不善都要把它剔除干净这样子业障就除掉了那么就得清净光明了心地清净善良行为也清净善良那么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福德就会随之会现前这是净光佛所代表的含义那么西方世界的七尊佛我们就把他们的表法含义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下面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北方世界的先把经文来念一下舍利佛北方世界有阎尖佛最胜音佛南举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施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里北方世界举出五尊佛名那么表的意思呢是化他
教化众生。在前面呢，这个东南西方是表啊，成就自己的智慧，成就自己的福德啊。那么有了智慧呀，有了福德之后，就能够教化众生了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智慧福德，是必须要出来教化众生啊，效法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他们呢，油画。他们所做的工作啊，只有一桩事情，那就是教化众生。所以啊，佛法是师道啊。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决定是以老师的身份来出现的。那么在每一个行业里面，他们都啊，作诗作范，学为人师啊，行为示范就像观世音普门品里面所说的，观世音菩萨32应了，应以什么身得度者，他即现什么身呢？而为说法所以佛菩萨住世所现的身份不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们都能够实现都为众生做好榜样。那么这里北方的五尊佛，第一尊佛呢是阎尖佛。我们看它的表法的含义，这个尖就是肩膀炎是火焰，火焰是代表智慧，那么我们两个肩膀这个智慧就代表全十二智那前面的大炎尖佛我们呢有看到有相同的表法含义那么这里特别说呢，是在福慧具足之后就以全十二智何当如来家业，利益众生如来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成了佛以后这个是他本分的行业了这是他的家业。他的家业是什么呢？就是教化众生。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示现了49年讲经说法。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呀。那么这里说到要肩负起如来的家业就是弘法利生的使命。那么这个工作要如何去落实呢下面四尊佛他们表法的意趣就给我们说明了。所以第二尊佛是最胜音佛。这里就为我们显出教化众生要以音声做佛事要特别演说此经劝导众生念佛念佛才是最胜音
那么这是纯粹呀、从净宗法门上面来说的。那么如果是广义的来说，教化众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以音声啊做佛事。所以经上讲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耳根最利啊，这讲经说法呢啊，他一听呢能够听明白啊，眼睛未必能够看得这么明白，耳朵呢他能听得明白啊，所以耳根在六根中是最利的。因此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世间示现成佛以后，就讲经说法啊，这就是教学啊，半半教学，每天跟大家上课啊，一天都没有停顿下来啊，教化众生啊，破迷开悟。所以啊，佛说法的音声啊，是清净音呐。那么这里讲的圣音啊，圣音就是劝人断恶修善啊，可以呀、让人免堕三途啊。那么最圣音呢，不仅是啊免堕三途，还要提升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啊，这就是啊让人能够啊超越六道轮回呀，甚至超越十法界。所以在佛法里面呢，有小乘法，有大乘法，有异乘法。那么小乘跟大乘比起来，那大乘啊叫最圣音。那么大乘呢跟异乘法比起来呢，异乘法是最圣音。净宗就是异乘法呀。劝人呢快速的成佛啊，因为念佛往生净土啊，就一生不退成佛，而且是至简易至直接的方法，这是无比殊胜的最圣音的啊。所以啊，诸佛都演说啊此经啊，这部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通的啊，是一部经啊。那么跟华严经呢，它也是啊通的啊。所以古德有说华严经是大本啊，那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啊就是小本啊，只是有啊详略的不同啊，在义理上啊是完全的啊相通的啊。所以劝人呢念佛，演说往生净土的经典，这是最圣音，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如来家业。那我们继续看啊，下面一尊佛南举佛。这一尊佛名表示的是弘扬正法，护持正法啊，勇猛精进啊，不畏魔外一切障碍啊。这个难举，这个举就是啊破坏啊，那难举就是很难破坏啊，这是啊弘扬佛法，护持佛法。如何才能够啊做到呢不被破坏呢？首先我们呢
要明了，弘法护法是一体的，他们的功德是相当的，没有高下的，所以大家只是要分工不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都是为了弘法利生，甚至说，护法的功德比弘法的功德还要大，因为弘法的人才很难得了，可是更难得的是护法呀，如果没有强力的智慧的护法，那弘法的人呢，即使是他再好讲经说法呢这个再好没有人来护持他，他也没有机会去弘扬。所以弘法的人就像学校里的教员这是上课的老师那他们需要得到学校的校长领导来护持。否则这个教员再好他再有学问再有德行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呢他没有一个学校给他去施展没有人去用他，他就无用武之地所以这个学校校长领导就是护法。所以一个道场就是一个学校这里的住持老和尚当家执事这些行政人员他们都是护法护持一个讲经说法的人那么一切呢都照顾得很周到不要我们操一点心这是我们感恩戴德让我们能够安心的深入经藏其他的一切杂事都由常住都由护法人他们来分担所以我们能够专心的去备课去讲经所以护法的功德确实比弘法的要大弘护要密切的配合这样子佛法才能够得以兴盛才能够发扬光大。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是以老师的身份讲经说法。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就是把护法的工作委托给国王大臣这些大富长者他们去做跟随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弟子们出家人都是专门做弘法的事业这些护法的居士大德呢他们来建道场他们来礼请法师讲经说法所以这个护法他要有慧眼才行他知道谁是真正有德行有学问这个所以他请的人这护法的他要负责任那么弘法的人呢
要完全呢听命于护法啊，因为呀、啊，如果这个我们啊讲得好啊，那护法呢他乐意啊，这个留你呢在这个道场啊啊来弘法啊，如果你讲得不好啊，那么他可能就不护持你啊。那么如果是护法，他没有智慧啊，不懂得道理，那么看到了弘法的人呢、啊、还嫉妒啊，不高兴啊，怎么不高兴呢啊，觉得你讲经说法讲得好了啊，那信徒呢都跟着你走了，都崇拜你了啊，都不来跟我了，生了这些人我的分别啊，生了这些嫉妒障碍啊，那么确实啊，这就很难了啊。所以啊，护法的人呢、啊，他要有啊德行啊，要正直，要具备呀、啊、慧眼呐、啊，他清楚自己的角色。护持佛法的人不一定啊要上台讲经。就像一个大学的校长啊，他不一定啊去班上上课啊，谁来上课呢啊，教师啊啊教授啊，他们去上课。那么成就的这些学生们功德啊，属于谁的呢？属于校长了呀啊，因为啊老师是校长聘请来的啊，聘请的权利是在校长啊，所以啊教学有了成果，有了建树，这个功劳是在于校长啊。那么我们现在处于啊末法时代啊。这个护法的工作尤其啊艰巨，那真的是啊菩萨的事业啊，他护持一个弘法的人，要有啊智慧，要有耐心啊，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这弘法的人，讲经的法师，也不是圣人呐、啊，他是凡夫啊。所以啊必定是有过失啊，而且这个过失如果被外面人看到了啊，可能被人攻击，被人批评指责，甚至是造谣生事。那这个时候护法的人如果没有智慧啊，没有定力，这就啊很容易啊退心啊，听信了外面的闲言闲语啊，对弘法的人呢、啊、会产生误会啊。那么这种事情啊确实古今啊都很多啊。所以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呢、啊、是独具慧眼的、啊。现在他是弘护啊都扛在一身的，既弘法他也护法啊，护持年轻的法师，让他们能够啊在这样很好的修学环境里面呢 安心办道啊，去啊练习啊讲经啊，而且呢用这个高科技啊，通过摄影棚把讲经啊啊这些录影录像传播到全世界啊，那么这个确实是啊当代啊就是现代的时代里面一个很好的弘法方式。
成本少啊，也不需要很大的场所，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摄影棚啊，有一部摄影机啊，有呢这些设备呀，可以呢把讲经的录像啊传播到网络上。这就是啊，让有缘的众生啊，他就听到了，他不需要来到场，那么弘法的人心也清净，减少了很多很多的外缘，那么所以啊，我们对呀，师父的这种栽培，真的是无限的感恩。那么感恩最关键的就是依教奉行，认真的扎好德行的根，深入经藏每天忏悔，每天改过。师父今天讲《华严经》里面也说到，在这里修学，我们的目标。要三年要做到君子，七年做到贤人，九年要做到圣人，这是师父对我们的期望。所以这南举佛代表的就是弘护正法，要勇猛精进，不畏惧一切魔外的障碍，这是真实的报恩。那么下面第四尊佛里面说到日生佛，这个日是太阳。表智慧，这个日生佛呢，这里的意思呢是表教学相长，自他慧日立天呢，正法久住，福利人天，是教和学互相促进，我们师父培养。这个弘法人才，这个方法，就是也是沿用他老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代代相传下来。用什么方式呢？用附小作，附讲这种方法。把老师讲过的经，我们呢，重新呢，附讲一遍。不准添加自己的意思，每天都讲，这是教学我们要去教要上台，要讲课，那必须要备课，备课就是最好的学习因为这个每天要讲2个小时，备课我们现在讲至少。要8到10个小时，这个一天呢，这个工作是很紧张这紧张呢不打妄想，所以这是修学进步很快速的一种方法，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所谓知识分子烦恼习气很重。妄想很多的放不下的，怎么呢？就用言教备课来提升所以教学相长，自利利他这是使正法久住福利人天我们希望佛法能够久住世间，能够有所
有乘船的人啊，真正对于啊众生啊，这是有大福报、大利益。好，北方世界的末后一尊佛是网宁佛，这里是表啊，度生宏愿方法，以无量法门呢、救度众生。这个宏护正法，首先呢要有宏愿了，要有广大的心量。我们说要立大志，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有这样的抱负，佛法才能够兴啊。所以网明佛这里就是表示教学的道场，弘法的人才很多这个所教授的科目也很多所以佛教道场就像大学一样有很多不同的科系不同的专业。那么每一位教授他所教的呢就教他这一门他是有他的专长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在这一门上是专家那么弘法的人多每人呢都有他的专长这就形成了很多的法门所以这里讲的以无量法门救度众生不是指每个人都学无量法门不是是每个人有他的专攻每个人呢专攻一门用时间多长呢至少要10年10年专在一门上这样子他就能通了一门通就门门都通了所以他不需要学的太多太杂专在一门上那么这样的人很多呢就自然就很多的法门可以教化不同根基的众生这是网明佛所代表的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呢一段下方世界我们把经文呢念一遍舍利佛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床佛执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说诚实言如等众生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里下方世界列举出6尊佛的佛名那么前面呢东西南北方他们的佛名的数目这是列举出来的你看有不同有7尊的有5尊的这里是列6尊那么这些数目字都不是偶然的不是随意举的它都有它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个6个数目它表什么呢就表大乘佛法6波罗蜜所以这个下方世界这些诸佛佛名是表呢教化大行普度众生
这里说的是佛陀的教育啊，大行于世间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都破迷开悟啊，求生净土，这才能普度众生啊。啊，那么北方世界是表啊，化他，这是教化众生啊开始。那么这里呢是教化大行了，他的这个教育事业啊扩大了啊，能够啊把众生啊这个教化的事业做得很大啊，很圆满啊。那么这是我们说像师父上人那样讲经说法啊，有50年了啊，这是智慧开啊，啊，他自己有定力，有智慧，有经验啊，所以啊，这弘法利生的事业啊，就做得很大啊，全世界铺开了，这是教化大行啊。那么这里呢，第一尊佛的德号啊，是狮子佛。狮子是比喻啊，比喻佛说法犹如啊狮子吼啊。那么这里呢，也表啊法王子代佛弘法，如佛无二。这里法王子啊，这是菩萨了啊，菩萨不是初学了，也就是啊，他是一位很成熟的弘法法师了，在佛法里面呢，我们称他为上座了啊。上座的法师，他教化众生啊，也有30年的历史，才能够啊称为上座啊，30年天天都讲啊，所以啊，他有这样子的成就啊。所以啊，就像一个大学里面，我们说资深的教授啊，那么这个教授他能够教30年啊，不能说每天教嘛，至少一个礼拜啊也要教上一两次啊，啊，每次啊有个3个小时啊，像我们昆士兰大学啊，过去我们的教学任务每一个礼拜呢要2次课啊，6个小时。那么释迦牟尼佛他讲经教学啊，哪止一个礼拜6小时啊，他是天天都讲啊。啊，49年呢，不中断了，所以啊，他这是成就这么伟大啊。那么我们的师父上人啊，他教化众生啊50年了啊，所以这个法缘殊胜啊。啊，真叫狮子吼啊！啊，狮子吼是代表代佛说法啊，他所讲的如佛无二啊，跟佛讲的一样啊。如果我们能够啊坚持讲经教学，能讲上30年啊，天天都讲啊。这样我们的德行啊，智慧学问啊，经验教化众生的技巧都成熟了啊，这个时候讲经不会讲错误啊，甚至啊熟能生巧了啊，深说浅说，长说短说，
就能够弃理弃机呀。上弃诸佛所证之理，下弃众生可度之机。那真的是大佛说法呀。那这是我们一生所担负的这个事业，这个使命。那么下面看明文佛，这个名号的意思呢，是普闻于十方啊，表为天人眼目啊，如观音、普贤、佛门祖师啊。这天人是代表六道里面的三善道啊，这三善道他们有慧眼啊，能够辨别是非啊，好恶邪正啊。那么事出事法里面呢，这个念佛求生净土啊，是第一殊胜的啊。所以呀，在辨别法门殊胜呢，我们就会选择念佛法门无与伦比的殊胜啊，能让你这一生啊往生净土，圆成佛道。所以啊，你怎么还会选其他法门呢？啊，那么这些有慧眼的人啊，他是什么人呢？啊，这里讲的如观音、普贤呐、佛门祖师啊，观世音菩萨，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上首菩萨了。啊，普贤菩萨是华藏世界的上首菩萨。啊，还有佛门里历代的祖师大德。他们都是发愿求生净土。啊，这是啊显出净土的殊胜啊。他们这些人呢能够何担呢？所以这是明文佛在这里表达的意思。